27号晚餐，石梅码头海鲜店。小点声，打电话吧，你要打电话。好，靠你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是石梅码头海鲜店吗？嗯，我现在点餐。小屋到了，各三份吧，各三份吧，炒饭三份，炒面三份。哎嗨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亲爱的，哎，就是炒面和那个炒饭，我们在点点吃的，这边有火锅吗？还好吗？哎呦，这个海鲜啊，对，海鲜，我要那个螃蟹。螃蟹 ，OK 没有？有汤，哎，有汤吗？汤吗？对。冬瓜海螺汤，啊，对不起，听不到。没事，我意思说你喝冬瓜海螺汤还是五花大肠安雕安雕？苦瓜安雕安雕什么意思啊？花螺，你们要不要花螺？要吃花螺吗？花螺，好，你说什么都好。再来条鱼，你要是90的，然后再来条鱼。好，来条鱼。但你那些东西的量也要多一点，要怕到会不够吃啊。够了啦，意思说量多一点嘛，那他才点2斤够吗？还是拿到3斤？啊，不用了，这够了，大姐够了。我觉得他送过来的时候我们会饿死。对，因为他这么写的至少一个小时，但我让他快一点。